肖肌肉的一个分二要领，就是你要让它掉的部分，你就让它湿，不能打。好，太对了。当然，你不露的时候你讲，你看大料，你看看不可能造出来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的成分在里面？哦，酶嘛，对不对？酶。清干净了，我们就应该就开始玩了。可以了，还好你就进去，我们就可以停花。中间这个洞，中间这个洞不能盖掉，还要大概浇我看看。好，端咬的时候，我是希望各位都戴手套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烧窑的时候，一些那个釉料，它会沾一下头发。我就是刚刚讲说，用那个会铅油，就是把瓦斯把它打开，因为我现在把底下那个通通都打开了，通通都打开，所以等一下我一加压，瓦斯就过来了。其实这个很简单，这个窑更好烧，两立米，越大越好烧。两立方啊，这两立方，我早年是用那个八立方在烧的。这个能坏掉了。然后麻烦一下，你把那个加压，这个，哎，对，加压，加到0.1，顺时针转，对，顺时针加，向右转，对，再转，不要怕，哎，啊，哎，0.1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把风门把它放大，就是等于把湿气挥出呀，啊，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来，到明天早上，大概是250度了。如果说那个大窑的话，就点两趴，即夹夹一夹，跟住话。啊，明天早上大概是250度，啊，四厘米的都是点三趴，大概明天早上也是到250度，八厘米的细趴，啊，其实这个都是要经验去累积的，但是我这个窑一趴的话，明仔200多度，啊，我们点好了以后，我们就把它贴进去。前面的那个操作你们没有看到，所以我先把温度把它标出来，等一下我才跟各位做一个解释。这是我们预定的要烧窑的起线的，然后700度到900度，是强氧化，你们要标记下来，这个阶段是强氧化，它标下来，应该不会差很多，但是这样会比较，这有一个记录，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烧窑。就我们会留一张，烧窑会留一张，然后再做检讨，有一个记录以后，你会要查那个问题，很简单，马上把问题可能知道。